商业资产和营业资产呢，指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 fonds commerce。那么首先呢，就是我要说一下什么是商业资产，因为在很多的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对于商业资产呢，我们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所谓的商业资产呢，就是首先，这是一个已经开始经营的店铺。那么这个开始经营的时候以后呢，这个商场呢，或者是一个餐厅呢，它有自己的客流量，它有自己的销售额，它有自己的利润，它有自己的招牌，它有自己的生财工具。我们说生财工具，就是说它在里边的装修啊，购买的一些设备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商店的话，那么商店里面的收银台啊，商店里面的这个衣架啊，商店里边的玻璃柜啊，或者商店里边的各种灯光啊。如果你是餐厅的话，那你冷藏柜呀，你的微波炉啊，你在里边的各种灶啊、锅啊、碗呐、椅子啊、桌子啊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在法国呢，它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叫做商业资产。那么这个商业资产，所谓资产呢，它一定是有价的。那么这个价是怎么样去评估呢？那主要是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它对于这个它能够带来多少利润那么它带来利润越多，那么它的价值就越高。那么第二个评估的标准呢？就是他能做多少销售额，那么他的销售额越高，那么他的价值就越高。所以呢，商业资产，他在评估的时候呢，根据法律的要求，必须要提供这个商店或者是餐厅它的销售额和它的利润。如果你不提供这两方面的信息呢，你就不能够销售商业资产。或者说，你简单的来说，你就提供一个房子，我是房东，我提供一个租约，但是我们要说的这是转让商业资产呢，就根据法律呢，就必须要提供这两方面的这个信息，因为商业资产它就是基于这个两方面的价值来获得它的自己的销售的价值。在转让商业资产当中，会有哪一些风险？我们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咨询呐，来签约啊。我在什么地方要买一个店铺？我要做服装，或者我在什么地方要买一个餐厅？我要做日餐，或者做中餐，或者我要在什么地方买一个工厂啊，我在那里做皮包等等。那么这个商业资产的签约呢，应该说根据法律来说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可以通过私属的协议来完成，就是 sous sein privé。但是我呢，要提出在这方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陷阱。那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大家彼此之间也不了解，我只是看你这个店位置不错，你生意做得不错，我想买下来。那你说好，OK，那我给你钱，然后就写一个简单的协议，那就完成了。那这个事情不是很简单，很容易吗？其实呢，这个事情呢，是经常有很多的陷阱的。这个陷阱呢，首先就是第一呢，他所提供的这些会计报表和这些利润，它的真实性。因为这个会计报表任何人都可以做，包括这个
我在这个营业额，我自己记的这个账本。当然，他有一些去报税的这个证据，那就更好。那么在这个方面呢，第一呢，就是首先它的销售额和它的利润率这方面呢，我们怎么样去核实？这个呢，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问题呢，这个商店或者餐厅呢，有可能受到了税务稽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他已经收到了税务局的罚单，这个罚单呢，由于他不支付呢，已经把他的这个店，包括这个商业资产呢，已经给抵押掉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情况，那么把钱一交，这个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接下来你收到的就是税务局要求你迁离的通知。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在经营当中呢，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那么还有一种风险，就是这个店主呢，他一个店呢卖了，已经卖了一次了，然后他再买一次，他收了2份钱之后呢，立刻消失。那你把钱给了，那接下来你就跟另外一家要打官司，所以这你就完全不安全。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虽然是在这店里边经营，但是他并不是这个店的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他所签的字没有公司授权。那么所以你给他签的字，你给他的钱也是无效的，也就是他的公司的真正的法人代表没哪一天出现了，说这个人他是没有权做这个事情的，他没有资格做这个事情，或者没有通过股东大会的批准，就把这个店给卖了。这个呢，也会碰到很大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是夫妻，两个人都是这个店的股东，但这个夫妻之间呢，有分歧，有意见，他们已经分居了。那么，然后他的配偶的一方，比如说他的先生，在那店里做，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店呢就卖给你了。然后等到他们接太太知道了，他们在结婚、在离婚、办离婚，那么这个钱有一半是应该给他太太。那么这个钱由于你给了他先生了，那他先生又消失了。那太太打官司找谁呢？就找你。所以这个只是我们经常碰到的，我们这些在事务所都是经常发生、经常碰到的一些。还有呢，我也不一一说了，还有很多其他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官司呢是层出不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据法国的法律呢就规定，在双方进行签约的时候呢，可以要求律师的介入。那么律师的介入主要做什么工作？首先，他要核实这个商场或者这个餐厅它的销售额是不是真实，它的利润是不是真实。第二，他要核实这个餐厅或者这个商店有没有被抵押、被转让。第三，这个经营者有没有欠税呀？有没有被国家进行司法拍卖？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把这个店买下来之后，一个月，法庭传票就来了，这个店已经被拍卖了。那么这些事儿呢，如果你交给其他的人，那我们知道也有些会计师，他说我也可以帮助你来做这个。那么这个呢？和律师的情况呢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律师呢他是有资格做资金冻结。那么这个资金冻结就是说，由卖方把所要付的这个价款交给律师，由律师呢在律师工会的统一的这个账户当中呢
把它冻结起来。冻结到什么时候呢？冻结到律师认为把这个钱交给买方已经没有风险了，在这种情况下才把这个钱付给卖方。那么一冻结的时间是多少呢？一般来说呢，就是3个月，到6个月。为什么呢？因为在转让店铺的时候呢，要进行一个司法的公告，就是专门有一些报刊，它专门就是登这些转让店铺的这些公告。在登了公告之后呢，税务局它有3个月的时间，它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经常他是不太遵守这个时间，就是到2个月最后几天或者3个月刚刚超过，他就可以把他要追的这些税款的这个清单给你弄出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物业费没付，那么这个物业费的这个公司，物业公司，他也有2个月时间来了解。这个现在转让了，转让了，因为你原来这个，租客不是新的租客了，新租客对于原来的租客所欠的费用是不承担责任的。那么，他有这个时间呢，来提出他要求，的付款。所以呢，在律师接受这个案子之后呢，他一定要全面的核实，比如说要求你提供最，卖方提供最近的一些这个房租的收据，比如说物业会，这个物业这个公司提供的收据等等。即便是有律师介入，我们还没有出过这种事，但是我们一些同行也碰到过这种事，就是由于一两个疏忽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巴黎律师工会最近也有这么一个内部的通知。就是说，请大家在转让店铺、转让商业资产的时候呢，要特别的小心，因为现在这方面的，保险公司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因为律师他如果他万一没有看清楚，造成了一些损失的话呢，那么这个是由律师的职业保险公司来理赔的，所以这一点呢，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房客的利益。因为这个目前根据巴黎律师工会的这个规定，一个律师在理赔的时候，一个案子呢，他最高理赔是350万欧元，所以在这一点上，那如果有律师介入呢，你就会比较的放心。而如果你找了别的人，即便他写错了，最后吃亏的是你，你没有任何可能性来让别人承担你的损失。所以这一点呢，我也是要提醒各位。